东西。船长，刚才船靠岸，我捡个尿壶。哎呦，这回好了，天天晚上不往这边跑了。我看一看，这是尿壶吗？不是吗？上面有针，自己看。阿拉登神鼎。我看一看，你傻，这是阿拉丁神灯。阿拉丁神灯，阿拉丁神灯，阿拉灯神灯，阿拉灯神灯。你说着，船长说什么玩意儿，拿过来给我看一下。哎呀妈，真的是神灯，我的亲娘呀。传说神灯能帮人实现愿望啊，是吧？我也整一个背边去，我也试一下嘛。船长也是。哎呦，神灯啊神灯，神灯啊神灯，帮我试一下我的作业吧。看到了是吧？又咽哈了。船长，你这不是治好了，这是跑偏了。去吧去。神灯啊神灯，神灯啊神灯，帮我治一个你双眼吧。喂，看到了是吧？没得。船长，恭喜你啊。你说啥？恭喜你船长。你说啥？眼睛好，耳朵聋了。船长，一脚我给你踢海里去。好的很，好的很。该我许愿了啊。神灯啊神灯，神灯啊神灯，我想要一个身材曼妙的女朋友。美的那个大姑娘啦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，这边的苞米她停。你什么玩意儿？送我来到你身边。爱谁谁，姐能回去不？俺不能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长相甜美忘说了。姐你要干啥呀？我要嫁给你。干什么？姐，看着这老头吗？我们船长他一直都没结婚呢，他是船长，我不能在他前面结婚。那我就嫁给船长吧。行。他说啥？他说跟你结婚。啥？他说跟你结婚。大点声，这么说我不明白了吗？哎呀，跟我结婚啊，结婚啊。姐，看什么？我们船长都让你吓死过去了，你放了我行吗？你回去吧。不行嘛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我不能说回去就回去了，我还是嫁给你吧。行。神灯啊神灯，求您让他俩清醒吧。看到了吗？心存邪念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幸福的。